文字魔术师们的文字功力到底会是如何呢？谢志桥，聚精会神，你可以有精神会聚，是？我觉得也很顺啊，因为我很看好你，你知道吧？我也很看好我自己。哎，你们真的有本事，四个都写不一样答案，你们真的很感人。海手大概是什么意思？手放到海里面玩。哦，手放到海里面叫海手。更多精彩内容就在一字千金比武大会。